着三年前的车祸是有蹊跷的，这怎么看都是一出谋权篡位的好戏呀、啊！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大小姐的事儿，你不信神，就会遭到五雷轰顶的报应。怎么也在这儿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人跟我们一块儿回来的，这刚把他送到这儿，转眼间就变成这样了。具体情况我也有点懵。怎么回事？谁看见了？有没有看见的？我看见了，他是被雷劈死的。太可怕了！黄天师的诅咒真的应验了？难道他真的懂什么邪术？你揭穿了他的骗术，该不会下一个就是你吧？钱包是空的。苏侦探，想到什么了？先保护案发现场。所有人都给我推出去，包起来。走，这边。到了吧！啊！站着！苏侦探，你跑这来干什么呀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哎，苏兄弟。上那边找灵感去了，找着了吗？从目前尸体表面现象看，确实是被雷击身亡的。苏神探，哦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有病吧？我看你一直在走神，又神神叨叨说什么看见了已经死去的人，我以为你中邪了，我帮你打回来啊！不是你才中邪了。我正在思考案情呢。思考案情？那你想到什么了？他真的是被雷劈死的吗？雷电击中电线杆，导致漏电事故。难道这真的是个意外？如果这真的是个意外，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呢？难道是那个巫术师搞的鬼？莫非真的是那个黄天师？你不信神，就会遭到五雷轰顶的报应。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对了，朱探长，你知道吗？黄天师刚给他下了五雷轰顶的诅咒，这才不到一个时辰，他就这样了，这
到底是巧合还是谋杀呀？可是人怎么能操控雷电呢？哎，能不能别跟个苍蝇似的嗡嗡嗡乱叫啊？你让我怎么思考案情啊？乖，听话，闭嘴，边上去。我，是，我也是想帮你查案嘛。别再添乱了！我添什么乱了？我看见那上面有个东西。算了，你自己查去吧。九爪钩？黄天师刚诅咒了记者。在回来路上，记者都快到家了，轰的一声，被雷劈了，还真就死在面前。哎呀，那这玩意儿就是在那儿捡的。哎，对了，陈大管家，你这见多识广的，会用吗？不会用也没关系，不丢脸。你要干嘛？哎，别下水啊！我，哎，你们家这陈大管家，是不是以前真干这个的？你们查了这么久，就拿回来这个，这跟揭露黄天师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苏神探，都快吃晚饭了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这大管家不都说了吗？我这瞎忙活一天，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哪有脸吃饭啊？我找找灵感去。啊！不学好，天天去跟人赌钱。我告诉你，苏子权，你不要老训我。我好歹是封门门主，好不好？上海滩神通广大的顺风耳万事通。我手底下好多人呢，没钱能行吗？吹，接着吹，说的你像什么都知道一样。我还真不是吹，市面上的消息，它不管是小道消息还是隐秘八卦。只要我派人下去，那没有不知道的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要考考你了啊！来来来来，你来。我说，你不要套路我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免费帮你打听情报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免费啊？我苏子全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这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，真是。你看这个锤子，这可不是一般的，拉开把这就是流星锤。哎，你知道这罐儿里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吧？其实它就是一个玩意儿，它有这根绳子，你可别以为这是普通的绳子，这个玩意儿叫捆仙索，特厉害。还有这个镜子，这个可厉害，能把东西放大啊。这个我跟回来干嘛呀？不，老板啊。我这不是回来看看你吗？租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，租期都没到你就给我回来，你又让我赔钱。老板，
老八去！哎，把他轰出去！好嘞，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有病吧你！哎我哎，我的包！哎，干嘛？打你的破包！老八去！给我出去！给我吊起来！出去吧你！我，你，我，哎，老八去！你个小屁孩，等老子下来我弄死你！不是我说你苏老弟，你也不能怪我呀！你得罪谁不好，非得得罪老板娘，这是老板娘下的命令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哈？是是是是，我知道，你也为难，你也是没办法。不过，这人总归是你爸的吧？你看你这兄弟当的，行了，这次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啊！行行行，算我欠你的，我以后还你行吧？以后还你。现在就可以还我？不是，我现在怎么还你啊？你去帮我查个人。查谁呀？说。就那个神棍，那个号称会五雷轰顶劈死人的黄天师。你查他干嘛呀？哎呦，看来真是千门中人。什么门派的呀？啊？他有没有一个会变魔术的鬼门兄弟啊？你还是别查他了，别查了，兄弟们走。哎，不是，我饿了找谁啊？陈先生，真是太可太可，唐小姐的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事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的把事办。我回去马上发放通缉令，贴遍整个上海滩的大街小巷，您就等着好消息。那就有劳朱探长了。行行行，一边玩去，睡得正香呢。叔叔叔叔，能不能帮我们把风筝拿下来呀？你当我傻呀？这万一我帮你拿下来被电着。是不是在电线杆上绑太久了，脑子瓦特了？科学尊重事实，服从真理，我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。准备，一，二，等一下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哎呀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你要风筝做什么？你都能看懂，要我这天府第一神探有何用啊？别废话，赶紧说。哎，老子一天累死累活的干活，你们就……就是啊，苏先生。你到底要和我们说什么呀？算了，谁让你俩都是我的主子呢？这之前啊，上海滩刚有电线杆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国佬来到天府里，说要给我们要弄什么避雷针。他说啊，在这海的另一边有一个人要捕捉天雷。结果真在一个雷雨天，把这个带有金属杆的纸风筝放在了天上，说是要收集天雷。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相信，认为他是傻子。可结果呢，成了。当着电机掠过风筝上方的时候，他拿着风筝线的手顿时就有了酥麻感。哦，对，他还说，这无论是雷呀、电呀什么的。都跟着电线电灯一个理，都是电。所以说这个记者
如果不是被雷给劈中，而是被电死的呢？外国佬，你知道那外国佬叫什么名字吗？没读过几本书还敢转洋人的科学。我那个外国佬叫富兰克林吧？你说的这个实验就是鼎鼎大名的富兰克林风筝实验啊。大小姐说的对。你拍什么马屁、啊、切，把这风筝放在天上，这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了。可是要是有了这九爪钩和失眠线来导电的话，那可就简单多了。林管家，您身手这么好，要不然您帮我挂上去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一鸣哥哥，我们就听他的，试一下吧。一鸣哥，你小心啊。那天记者和我们告别之后，自己一个人独自走进了那条巷子。失眠线、钱包，这一切看似是天启，其实就是谋杀。那个红衣女子、黄天师，还有那魔术师，他们压根儿就是一伙的。朱探长，嗯，何长，供电。何长，供电。不知几位来我这修道院所谓何事啊？是这样，昨天在闹市区发生一起事故，死者是一名记者。我们调查到这个记者在临死之前来到过你的修道院，还和天使你有过争论，对吧？笑话，跟我有恩怨的人多了，本天师用法力医治百姓，惩罚奸佞，自然是得罪了一些鼠辈。这些人是生是死，自有天命，与我何干呢？与你何干？这要真是被雷击中的，倒有可能是天命，但这要是谋杀呢？天师不愧是天师，你的手法实在是高明，利用失眠线将电引至死者身上，让这一切看似是意外，实则是谋杀。你都没看见，你以为目击了雷击意外的群众都是瞎子吗？如果我说这现场的目击者就一个人，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离奇。试想一下，在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情况下，有一个人突然叫雷击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给你们身上做出了一个心理暗示。暗示什么？这就是黄天师口中所说的天谴雷击。可惜雷击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是办不到，得有人负责煽风点火，有人负责制造理论，这样才能完成黄天师口中的天谴。哎呀，太精彩了，这位兄弟原来是个说书的呀。我记得这位兄弟
也来听过我传教。你刚才编了那么一大通的故事来污蔑本天师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？这位小姐，你应该去过案发现场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你故意把钱包掉在地上，导致那个记者中电身亡的吧？啊？就是你故意引他上的钩。来人，带走。是是。黄天师，走。证据找到了，快！也请您跟我回警局的。来人，请天师。是。等等。谢谢天师。刘督监，您这是？朱探长，我本来啊是想请黄天师到我的府上一叙，顺便呢给我新修葺的宅子看看风水。啊，不过看这么大阵仗，啊，奶奶的，估计我今天是白跑一趟了。昨天发生一起雷击事件，我们已经证实用湿棉线和电缆可以做成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女的就是布局之人，她故意丢下一个钱包，让死者上钩，导致死者遭电击致死。就是这位姑娘，嗯，那就更笑话了。啊，怎么着？把钱包掉到地上就是故意的，是吗？哎，怎么就不能人家姑娘正好路过，哎，巧了，对不对？把钱包掉到地上了，奶奶的！可她同时也是修道院的信徒，巧合叠巧合，未免也太巧了。奶奶的！要是你这么说话的话，老子也是黄天师的半个信徒，怎么着？你们也怀疑老子是杀人犯是吗？还有啊，看看底下坐了这么多信徒，怎么着，都是杀人犯的帮凶吗？啊！哟，督军，你看，你这说什么？说哪儿的话？闭嘴！奶奶，我以为我骑马打仗算是个粗人了，你说你脑袋长在脖子上干啥使的？对，这下怎么办啊？这种意外身亡的案件本来就很少能找到证据，又来这么个东西，修道院来撒野，那你还大张旗鼓让我们来抓人？太不把我黄天师放在眼里了。我晚上还要去督军府上饮宴，你看。天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多多包啊！嘿，证据不走，收队。朱探长，小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走。苏子权，走了。我说黄天师，您应该知道一个叫鬼门的门派吧？这可是天府最神秘的门派，一般杀的都是非富即贵的，他们专干谋财害命的事儿，而且特别擅长制造意外死亡。哟，天师，你应该不会认识一个会变魔术的兄弟吧？这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没招。几位，以后不要再到我这修道院打扰我传道。听见没有，朱探长，再有妨碍传道者，老子拿你试问。明白。走了。
路上小心了，不遵天者必遭天谴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承诺你还记得吗？只字与起手，梦儿晃悠悠，一步一脚丫，说好一起走。你在哪儿呀？我在想你呀。最后那一句说。